今天我想借此舞台向你求婚，宝宝，我是真的。听听娟子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想要一辆运货的四轮车。好，谢谢。再来看看我们观察团的老师们怎么帮到你们的心愿啊。我觉得你们特别的般配，天作之合，所以我祝福你们啊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作为一个梅尔木眼科的这个院长啊，我愿意帮助你1000元实现你的梦想。你的确长得挺好看，谢谢。还有一点，你自己有一种能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笑起来你特别有亲和力。实际上你那个男朋友看着啊好像挺帅挺高冷的，实际上他内心是很憨厚的一个男人。嗯，然后不善言谈。 对，你们俩在一起一定是你吧唧吧唧的不停的说，他就看着你闹腾。对，我们辣条文化也愿意助力1000元。谢谢谢谢，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啊能够幸福美满。娟子呢，你们俩的爱情真是非常让人羡慕，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。那么我红辣椒文化传媒呢也愿意给女资助1000元，也希望你们两个小日子越过越好。你的男朋友不仅人长得帅，最帅的是他对爱情这种无怨无悔轰轰烈烈的感觉，太美了。所以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资助1000元。另外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美，所以呢我们线上呢有一些播音主持和影视表演的课程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这边呢助力。缘真的是妙不可言，彼此呢好好珍惜，好好的相爱。我们长春康达医院也愿意助力您的梦想1000元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相爱，好好的生活。希望你们能把这份美好一直坚守下去，祝福你们。谢谢来到幸福来敲门。